诛心啊，这娃要四跑了，现在直接要四团拦不住了，手里没有技能。那堂哥那边是接近地窖了，对，这样的话肯定是一个四跑，我直接断后这一把的求生者四跑呀，他脸上，那这边又要被四跑了，那要这样打倒。但是最终感觉无力回天，是选择了直接投降，一个鱼排座漂亮。这边发现鱼排拿球又撞下来了，这边直接一个超级长球，我的天，哎呦，打了一下头，不完了呀，被接了，这个配合完美啊，吃掉的棋子呀，帷幕拉开，静待形态。让你展现出才华，却又身求严重，只能放弃交流，沉浸于虚无之中。私、ドミエっていうの。决心成为一个太阳，继续惩罚那些想要接近真理的心脏。啊哈哈哈！哟吼吼吼！命运埋藏在张网，真相隐匿于掌权。当一切再次陷入黑暗，抓住那道微弱的光，我们终会找到方向。